较我们后续在可以提升，因为环境的关系或任何因素可以提升发电量啊，电业执照的装修量可以持续。好好啊。OK 啊，就是内部知道就好了。对对对，那个就是因为应该不会有去换那个，不会的，不会。而且再生能源本来就是，对，我发多少它就卖多少，对，装置容量是一个形式的，我发多少它就卖。啊啊，这个没问题。这跟新大家人，再生能源可以换来回复完了。我操，那个成本直接打给我。所以还是要请他发，他们没有，没有影响到。所以，所以大的部分怎么说呢？